之前有在其中一个名字的影片跟大家分享过，在国外其实也有被讨厌的名字。今天就来统整给大家好多个国外超讨厌的英文名字。我是 Julie， 你的英文 Bestie，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美国最被讨厌的英文名字。But a lot of names were hated for no reason。我真的 personally 除了其中一个名字觉得真的不要以外，其他真的都还好哎。而且很多我的朋友还有名人都叫这些名字，所以如果你的英文名字有上榜的话，真正免烦恼，好不？再来就是因为这个文章是2011年发的，那为什么我要拿这么久以前的文章来讲呢？因为我想让大家知道，就算名字被讨厌 ，so what？ 我们要有被讨厌的勇气啊！你知道有多少有这些名字的小孩，十年过后都变成了世界名人了吗？只要不要听起来太像stripper's name， 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My gaggy， hey， yeah， gaggy， 那我们就开始吧。Nevaeh 这个名字真的是第一名，压倒性胜利。Nevaeh， 我真的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你知道吗？但是这真的是很多人都说最被讨厌的第一名。在 mom.com 上面的文章就写 ，Nevaeh 可能是美国在风格上最具分裂性的名字 ，whatever that means。反对的理由包括外观、声音、来源以及整个包装。最主要是因为它是 heaven spelled backwards。虽然很多人会换拼音来让自己的名字有点不一样，但当它是反过来的时候，效果可能就会变成效果了。Destiny 这个名字会有两组人有意见，一组就是不喜欢以美德为名的名字，像是 Hope、Faith、Grace； 一组就是不喜欢太梦幻的名字，像是 Heaven、Candy， 因为这些名字听起来太 strippers 了。Madison 在 mom.com 说，很多人对这个名字特别不介意，尤其这名字也不是用标准拼写，这我真的不太懂。很少给出为什么 Madison 这么被讨厌。但有一个很有名的 singer 叫做 Madison Bear， She's so talented and hot。 I still don't understand why it's one of the most hated names in the States。 I actually love it。 Addison， 理由跟 Madison 好像差不多。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是觉得 Addison 应该是男生的名字，不应该用在女生身上。 I do not agree。 It's a free world。 If it sounds good, it sounds good。 你们知道 one of the most famous and prettiest influencers 就叫做 Addison Rae 吗？我觉得新世代的人不断在打破这些被讨厌的名字，所以你的名字就算被讨厌，你还是可以飞上天。Boy Duty， 没发现我的年代了，不好意思，真的喜欢这首歌。Mackenzie 被讨厌的原因好像是因为开头是 MAC MC 开头，像是 McKenna、Michaela， 有些人觉得这些开头会很 low class， 我真的不太能接受。我看到这个理由的时候，我把眼给他翻到屁股。很生气耶，我们连名字都要有阶级制度是不是啊？就听起来很像麦当劳错了吗？喜欢麦当劳麦香鱼错了吗？好啦，我对这个 topic 有一点激动，因为我有一个在 Indiana 很 close 的妹妹，就叫做 Mackenzie， and she's one of the sweetest human being you will ever meet， Gertrude。 好啦，这个名字连我都不太介意，而且念起来脆脆也怕改。当美国人讨论到熊拜的名爱时尊，名字像是 Gertrude、 Bertha、 Helga 就会出现。但我觉得 Helga 蛮可爱的啊，听起来很北欧。再来就是男生的 Jaden， 这个文章里面就有提到，最常看到美国人反对的字尾就是 Aiden 结尾的名字，像是 Jaden、 Braden、 Aiden、 Caden。 有些人觉得这些名字听起来太过气了，有些人觉得这些名字听起来太 childish or feminine。 What the fuck is wrong with being feminine?、Huh? SorryI need to take a chill pill. Hunter， 有些人觉得 Hunter 应该只能拿来当姓氏，无你是大海边是无，关节垮。有些人觉得这个名字太 violent， 不过我觉得 Hunter 听起来很 brave and handsome。Bentley， 很多人提到 Bentley 这个名字都会出现藐视，因为人们觉得跟名牌车有挂钩的名字都会听起来很 trashy。 好啦，我不得不说，就像之前影片有提到的，不要帮品牌乱打广告，听起来真的会怪怪齁。
Michael， 因为太菜奇亚米啊，这个不用讲，我们也知道。So I dated a few Michaels, mostly jerks, but one of my mentors was a Michael, Tristan. 有人说太 fake and unlikable. People are so mean. I think Tristan is a cool name. Jackson.原因有一点不一致，有的人觉得 Jackson 或是 Payton 这种名字听起来太时髦， Is that even a thing? 听起来太时髦也是不好吗？有人觉得 Jackson 听起来太过时了，这两个意见也太相反了吧？ Because I also dated a Jackson, I think this name is cute and fuckboyish. 你的名字有被说到吗？底下留言跟我说吧。一样，就算上榜，真的不要慌，因为这是十年前的文章，就是要跟你证明被讨厌又怎样？还不是一堆人用这些讨厌的名字，还成功的不得了。如果你想要改英文名字，或是帮自己的小 baby 取幸运英文名，我会在底下放九力仙女来命名的官方 LINE， 在描述栏那边，欢迎大家来九力。欢迎大家来找九力帮你取幸运英文名。那是你改今天的样品，记得订阅分享，按赞留言。订阅分享，按赞留言。之后也想做去年有上榜一些文章的 Worst Baby Names， 有些真的，有些名字真的让我笑到喷出来，我到现在还在笑。想要听的你留言敲门起来。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I love you all. I'll see you soon. Bye. 虽然。I still don't understand why it's one Madison. 在 mom